大家好，我是多米多罗，今天我又来整的多米多罗了。这距离上一次整他已经过了3个月，这个多米多罗大概已经放松警戒了。那么今天我就要来测试的多米多罗是不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男人。就等一下多米多罗从外面回来，然后在他面前就会有一个痞子来骚扰女生，这时就看多米多罗会出手救援，还是装作没看见转身离去呢？那我们马上就开始吧。那么现在一切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多米多罗回来被我整。哎呀，今年又是辛苦的一天了。屁呀！那我来给 YouTube 发烧影片一个一个按烂好了啦，当什么酸民啊？好，我最喜欢给别人按烂。性格真坏、旁边在吵什么啊？嘿嘿，美女要来跟我一起玩吗？那不用了，谢谢。有什么关系吗？来呀、啊！真的不用，给我过来。多米多罗，不要！你们是谁呀、啊？这里是我家重点不在这里呀、啊。算了，不管了。那个女生很困扰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应该？做点什么啊？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不要！救命！可恶，我再也看不下去了。放开那个女孩！起来！你谁啊你？人家都拒绝了，还一直死缠烂打的，很不酷哦。看来这里有个正义小子想要尝点骨头啊。换马过来呀、什么？被打了！多米多罗防住啊！可恶，怎么这么硬啊？等等，多米多罗那个架势是传说中的落字屏风，是金诺族代代相传的防守技，据说拥有铁臂一般的防御力。可恶，少瞧不起人啊！但是有防守技，这个整天不出门的多米多罗身体虚弱，看起来快要撑不住了。怎么办？加油！他也在打。可恶，这家伙是怎样啊？不跟你浪费时间了，你跟我走。不要！哇，没想到多米多真的击退流氓了哎！等等，他早就已经失去意识了。各位观众，多米多罗虽然没有人家强大，却用这个超乎想象的意志力战胜了他。那多米多罗真是个钢铁般的男人啊。这里是哪里？原来我已经昏迷了整整一个礼拜。那里怎么有摄影机？原来我又被整了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如果遇到坏人的话，记得要打给警察，或是赶快寻求帮助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